第14天中午，小白的中午饭，给抱醒了，在这睡觉呢，给那个抱出来吃饭。早晨时候玩的很晚，一直玩到12点多才去睡觉，所以呢，睡了一会儿，所以中午饭吃的晚。哎，你小白，人在睡觉呢。你抱过来吃饭，吃完以后再回去睡，是不是小白？早晨是玩的可欢了，哎呀，你妈呀，这家玩的，这跑来跑去，跳来跳去那种玩啊，那可不是一般的玩啊，特别有 energy。哎，咱早上到别的屋子里还去看。